过咧无闲啊。嗯。这么晚留伫办公室，你敢知影？一个查某囡仔安尼就危险的。卡叔吼，你若是挂袂赴，你当甲我讲，我来甲小法郎讨论看卖啊，看过会当给阮一挂时间无啊？李总，你有要紧无啊？你是安怎安尼讲啊？无啊，啊因为之前你拢会骂我进度慢，啊佫讲其他部门爱甲婚纱总会发表。是吼，我知影，你逐工拢无闲到三更半暝，你已经尽力啦。头一届发表，认真是对的啊，不过身体嘛是还够好啊，知无？嗯，来来来，来，你看哦，像你这腰间马甲，上重要的就是爱合书啦。你若合书了后吼，把这鱼骨撑起来，才会好看。像安尼，你甲收淡薄，好，收淡薄，有针无？嗯，哎，我家己来。是来帮你做一个记号哈。哎，蛋姐，你试看卖啊，应该都会有问题啊。你是唔在烦恼啊？不用烦恼，像你这么巧，加试几届，一定会晓。林美金，你要对你家己有信心。你真正看著鬼啊！啊，你雄雄对我遮尼好是安怎？去互雷公讲着，还是占着药啊？你啉酒哦？你莫掠准讲，咱春水有名声，啊，迄生理吼，都会来找咱。有诶时阵啊，为着订单，我也是爱去啊。甲人拜托，去甲人应酬诶。想到迄当阵哦，咱春水打生意诶时阵，我摕迄新诶设计吼，四界去甲人拜托，嘛四界去互拍照。尾啊，为着生意，接诶单诶票啊，拢开到半年去啊。安尼一大堆诶资金去互压掉，害我逐工啊。我要去走三点半的，哎，啊，搁有啊，一大堆单培养好势设计师，搁讲压力伤大，无想要走啊。而且连迄布厂的老员工拢讲哦，即马紧起摆，时装袂做钱，伊拢唔知迄当阵哦，我逐工啊拢困无好势。知啊，原来以前的公司这么辛苦。不要紧，现在公司哦已经稳定了，所以你只要好好做好你的工作，其他都别烦恼，好好啊打拼。林美金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李总啊，我哪会感觉你饮酒了后讲话特别温柔啊？敢有？哎呀，安尼哦，我会无法检讨我家己啊。是嘞。时间无早，紧等休困，好。等一下哦，叫客人车，明仔摕收据来公司报销。你免烦恼我。我阁要退一下，等下才要走。电话莫关哦。辛苦啊，啊！啊！老李，谢你。